七尺长人没那么容易。嗯，反快攻的林志杰拉杆，哎呦，差点被谢宗龙拨出来。那谢宗龙最后还是放弃。A B 目前已经拿下了九分，得分在钢铁人这边一枝独秀。好，球给到谢宗龙，没有人看守，来个 jump shot。第一节陈佑伟这次上来难度比较高，中线给谢宗荣，前面已经有石门帮他杀出血路了，帮他卡开。石门在高位也具有不错的策应能力。剩下三秒钟，哎呦，谢宗荣今天就专丢这种。在高位啊，其实蛮会送球。就从第一节之后，还是面临到同样的问题，就是不知道由谁来做进攻比较稳。对，由谁来主？再救回来，周桂宇掉远边，斯特利四十度角没有，谢宗龙抓到进攻篮板补进。